This one.很 juicy 耶，是会喷汁的。好厉害，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一路奔波，然后我因为我去完德国还要去丹麦，然后我行李已经装不下我这件外套了，所以我穿在身上，我现在就是整个背是湿的，现在汗如雨下。然后虽然现在才，像外面可能才13度之类，但是我现在就是热的不成人形，好热。选坐这个 Flixbus， 然后呢是过夜车，从晚上的11点坐到早上的9点钟。现在正在排队，我觉得我们要把行李放在车上，然后再上车。说实在是有一点小紧张，因为我本人第一次坐这种巴士的过夜车，而且一次要坐11点到9点是几个小时？10个小时，我一次要坐10个小时的巴士，我。就是喝拉咖啡都在这上面。哎，你没有带吃的东西在身上？有啊，可送啊。没关系，我吃饱了。我就打算一上车，我就把他自己打昏，然后就在车上睡觉，睡到早上。希望这个方法行得通。我现在目前看到里面呢，它是4个人围一张桌子，我不知道里面是不是都长这样。但是像跟对面的人对坐也太尴尬了，中间有一个桌，然后两边都有人这样。然后看起来是双层巴士，因为楼上还有。那 QR code 可以扫。Okay, that's fine. Nuremberg, okay? Yeah. You put these baggages over here, that's fine. Thank you. Thank you. Yeah? Okay. Thank you. 下车前，你要先想一下东西都带着再下车。拜拜。车了，我的巴士在这边，然后他等一下要去下一站。现在我等在德国，然后因为现在是早上的8点51分，我坐了10个小时的巴士，中途上了一次厕所，然后一直睡一直睡。现在德国是4度，现在超冷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现在正在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的市政厅这里，现在是长这样子。哦，欧洲这几天变超冷，我真的快要被冷死。然后好险，就我住的朋友家的外套什么都可以借我一下。他们不会冷吗？他们不会冷吗？我现在正在慕尼黑的中央车站。说到德国，你就想到什么？就是啤酒嘛，猪脚，还有香肠。This one. Thank you. Thank you.我买到了，我其实手上已经一堆东西，但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德国香肠，所以我决定来录给大家看看。这香肠都已经超出我的荧幕，我先试吃一个，等一下我先找一个
安静的地方，我觉得这边好可怕。因为现在是他们的上下班时间，所以就人超多。好，这边感觉可以。OK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香肠有多大。然后我先吃一口原味的，试试看到底是什么味道。好，吃一口。很 juicy 耶，是会喷汁的，好厉害哦！我原本其实没有那么期待，因为我原本是想说看到觉得蛮新奇，打来试试看。可是很好吃哎，它里面有白白的，有汁会喷出来，也太好吃了吧！这完全不用加酱就超好吃的，皮很脆，皮是这样咬下去会咔吱咔吱的，然后里面又爆汁。它的面包是外皮是酥脆的，是那种嚼劲的那种面包。好，而且加一下番茄酱。大家看一下我挤完番茄酱的热狗堡，看起来很好吃啊！哇，番茄酱。太好吃，它的芥末酱不是台湾的那种，不是那几个你在台湾吃得到的台，它的芥末酱有一点微辣，感觉混了日本瓦萨比的味道，嗯，这样形容蛮像的，像日本瓦萨比加上黄色，我们常常吃到的黄色芥末酱，你看到它有里面多有层次，多 juicy 吗？吃完了，像今天录的声音都听得到，因为今天。是火车站，然后他一直广播，希望我的声音是够清楚的。那就这样咯，今天这集就到这里结束了。